烧饼。我可魂不吝，谁喊烧饼？啊！谢谢大伙儿，烧饼给大家鞠躬，谢谢。谢谢。只能认了啊！是，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今天这个演出还是挺紧张的。哎呦，真是不好，越紧张越出事，我要下去一趟。这我怎么了？东西丢了，突然我要去找一下。什么东西丢了？哦，这东西找不到，没法演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观众的热情，哇塞！好演，谁说不好演？好演。其实来说确实特别紧张，尤其我们这个从头听到尾，每个演员都特别的厉害，会打的会唱的，不像咱们爷俩往那一站，只能靠颜值。谢谢，好在啊。好好说啊，我们俩靠的确实。是好在我们的颜值还是比较扛打的。是啊，这个比较好，刚才那叫绕口令，哎，多么精彩，嘴皮子利索，非常的卖力气，特别好。尤其外头这个演员跟里头那、里头那是高老师，我们其实从小上学的时候是跟人家学的。人家绕口令嘴皮子要利索，其实我私底下也是一个喜欢背绕口令的人。是吗？当然我的嘴皮子比较利索。哦，那我不是。你看刚才被那个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因为葡萄4.5一斤，我吃不起。这些咱们找一个好的收尾。你说的是个啥？刚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因为葡萄4.5一斤，我吃不起。是这个逻辑啊？对。还是打南门来个喇嘛说拎着五斤塔嘛，打北门来个哑巴腰里别这个喇叭，南来拎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说拿去玩去，别给我玩坏了就行。其实这些，哎，还有掌声哈！哎呀，特别今天啊，就是这叫师徒专场，对啊，都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。但是刚才你这两句不是我教的，我感觉你是您教的，你也会。不要脸那个劲儿是我教的。相对来说人很好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呢换上我们爷俩再给大家说上一段。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听，今天的观众比较喜欢听唱。哎，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单位会唱的演员也很多，对，现在单单唱的好都不行了，还得长得帅这才能火。当然您是一个例外。我凭什么例外呀？我唱的好不占吗？占呀。长得帅不占吗？啊、哦，还真有能欣赏，确实您在我的心中肯定是没有瑕疵。我就怕在大家心里可能也那还有质疑的啊。真的、嗯、唱得好长得又帅，我们这儿的演员也全部都是。其实我跟他们比唱差了很多，但是就是这么好的这个舞台，我也想唱两句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天津的观众特别的包容，好与不好大家都会担待着听。行、哎、我们唱的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唱出来大家会有共鸣。有一首歌叫成都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的。应该听过啊。有听过，很红。唱两句。好，大家听一听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。不要笑啊，特别谁笑了？你唱吧。那边有嘲笑的，咯咯乐，嘲笑干嘛呀？没有信心今天这场演出。我听不是笑跟嘲笑你要区分得清，人家就是笑。嘲笑、哦、他这个他那种笑。我再听听你再唱两句。我再听一听啊。你大点声啊。凭什么他？你耳朵不是不好使吗？冒电了。冒电、哦、咱俩今儿不会电死在台上吗？怎么了？刚才噼里啪啦冒电，说明咱们太火了。哎，俩不要脸。好，我再听一听，我再听是嘲笑还是正常的笑？正常。和我在成都的，是嘲笑，是嘲笑吧？对，是嘲笑就好，我没有说错就行。我不在乎是嘲笑还是真笑啊。
反正大家花钱了就行，是吧？开心就可以了。哎，开心就好。和我在成都的天。啊，不闹了。那个大姐她真的是嘲笑，她那个嘲笑就哎呀，有没必要你就那样。你唱两句我听听啊。没必要啊。和我在，是不是我表情的问题啊？你稍微的收一下，你不要太像我。好使啊。好使。不闹不闹了啊，好好唱了啊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啊呜啊。咋了？这是咋了？我给他唱哕了。我试试，宝贝儿，我试试，好吗？你试一下。我试。和我在唱，谁唱都哕是吗？还有退票的。咱俩一起试试。咱俩一起。一起啊！一起。三二一，和我在唱。退票，加油加油！我用不着你鼓励我啊，来啊，鼓励你还不行？他这刚嘲笑完又鼓励，打一巴掌给一红枣吃，你干嘛呢？你这，好好。和我在成都的街，我真能坚持，我真能坚持。和我在唱八遍了，唱八遍了还唱呢？我没完呢，我这后边有个大包袱。有吗？有，来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哇呜哇，是好，就一句啊，就唱一句，不然他们一直嘲笑我们。为什么要唱这一句？为什么？这是对我的演出有帮助。哦，我哎，你怎么了？谁踩啊？谁踩你一下？正常的捧哏，你这样捧哏的话，孙老师会瞧不起你的。他去死吧！啊，我们为什么唱这一句？哎，为什么？其实是为了互动。互动，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演出，我们会进行不同的改编。哦，啊，比如说，我们到成都演出了。哎，我，你说完了。我们到成都就唱成都。哎，对，就唱成都。哦，我们到了贵宝地，天津，那就唱什么呢？唱天津。哦，来一下。和我在天津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哇呜哇。啊，天津，哎，天津一般我唱别的地方都有掌声，天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也有。天津的朋友腼腆，那是到了哈尔滨呢？哈尔滨啊，好，重庆，到了重庆我们也会这么。谁说重庆了？你不说重庆吗？我听没听清。你说到了重庆，我说的是昆明，是说哈尔滨，哈尔滨就是三个字儿。对啊，在节奏上就要控制了啊啊，三个字，哈尔滨，找一下。和我在哈尔滨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啊呜 ，so easy， 没有难度，很简单，啊，简单啊。哪儿？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，来，乌鲁木齐。不互动啊，不互动。这儿有词儿挺可控的，乌鲁木齐。没有，我就喜欢不可控的这种感觉。啊，是，乌鲁木齐就是节奏，找节奏了。乌鲁木齐，来。乌鲁木齐四个字。对。和我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哇，要鼓斗鼓啊，要鼓斗鼓啊。乌鲁木齐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朋友们，这个包袱我也使过，我也这样吗？和我在乌鲁木齐街头走，我也这样。行。那布宜诺斯艾利斯呢？这太布宜诺斯艾利斯，七个字儿啊，七个字儿，那就是又是节奏了，找一找啊。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和我在布宜诺斯，和我。谁能和我去那儿啊，是吧？这就是你的大包袱吗？差不多了，下一个大包袱就要来了，这个大包袱就过去了啊。哎，
这是我们就进行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的改编啊、嗯。我们喜欢唱这个，嗯，当然我不能老唱啊，因为每个演员上来都唱，观众也觉得不新鲜。嗯，更多的我们还是以说为主。嗯，其实来说，我们今儿是提前来到这个天津。昨天我们来的时候，大家在一块说怎么演呀，说观众喜欢听什么呀？嗯，在一块研究，最后啊，没研究出来，不知道观众爱听什么。尤其我挺要强的，因为我本身我师傅就很优秀。然后呢，我要是说，你这个笑很便宜，真的，很要命，很要命。还有调整的空间吗？就这样吧，你再来一遍，我看。就我师傅本身就特别的优秀，所以呢，我不能。他这个劲儿还真不好学，还。有点不像您了，我像、哎、我像我自己这个出去说自己找找灵感去吧。嗯，走到路边上碰到一吃烤串的，嗯，哎，我在那我说烤肉串，边吃边琢磨看怎么演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，不光我一人在这吃，嗯，旁边一家三口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我就在这吃，坏了，这一家三口一说话，吓我一跳。尤其这小孩一指天上说叮叮叮叮叮叮，他爸爸都得大得豆得豆大，他妈都得大得豆得豆得，外星人，一家子外星人。这事发生在哪儿？就天津啊。就天津啊？怎么会说外星话呢？对，我扭头我就跑了啊，太吓人，怎么有外星人呢、啊、对啊，我回去琢磨一宿，琢磨明白了，没有什么外星人，一家的大舌头。一家子大舌头，一家子大舌头，你给翻译出来了。这小孩一指天上说叮叮叮叮叮叮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的是星星星星星星。哦，他爸爸说得大得豆得豆大，这啥？是你大舌头别说话。他妈说得呀得呀得豆得，是你俩谁也别说谁。大舌头，哎，你还别说哈、啊，你这个包袱不错。是啊，哎，你教给我是什么什么叮叮叮叮叮叮，什么得豆得豆大豆大豆得什么什么，想学啊？啊，想学。我这事行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教给你啊。改天吧，可以、啊。哎，这是我们研究研究生活。有时候我师父老说，你是生活，你必须研究。对 对。点点滴滴多记下来。嗯。小时候老跟我们说，没事你多看看书。书里有很多你需要的东西，小时候不懂，嗯，现在明白了，长大了，从里边学习一些知识，因为这个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哦，现在深有体会啊，能让你快速的达到一个高度。我最近的感触真特别多，真的那书真的让我快速的达到一个高度，我够一个东西够不到，垫两本书，真的，很快速，当时就达到一个高度，所以我还是真的是感谢您。就是提醒我没事多去。书是拿来看的，不是用来垫的。您这个小个儿确实需要垫，哇！但是得看书。我确实，我自己也确实喜欢看书。因为来说想摆脱各位对我们的这个偏见，嗯，就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德云社的演员文化程度低，文化程度低，嗯嗯，偏见，真的是偏见。嗯、谁说不偏？还不偏，真挺偏的。就当着各位，我说啥，您比我强太多了，您是我的师父。刚才我那笑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您是我的师父。嗯嗯，在学历这方面，其实我想跟您较较劲。您不一定有我的这个学历高，不能，真是不真是的我。因为我也是上完学来的，我听您也上过学，您是较量较量想叫想我什么学历？初中。什么？初中。没听清。初中。好，不比这个了，这个这都比不过呀，宝贝儿，我五年级就来了，我是五年级来，您初中呢？啊，初中初二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再说我都跪下了。初二是一个很高的学历，那当然初二是一个很高的学历，但
但是师爷说过学历不代表什么、嗯、后天学习也是比较重要。当然了，当然我后天是比较喜欢学习的、嗯、没事在家读书写字、嗯、这是我陶冶情操的爱好。没事在家经常看书，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水浒。对，没错，这些我都看，国外的也看，国外的什么哆啦 A 梦、小猪佩奇啊，还有那本书，这样，那本书我想用正经的伦敦腔说出这本书的名字。好好，我们听一听、啊、伦敦腔，找一找发音位置。刚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音确实是这样的。钢铁是怎么连唱的？哎，正经的伦敦腔，它是靠这个共鸣。这有伦敦腔 啊？我听着像唐山那边啊。唐山奏啥呢？我们就没事就喜欢看书，多看书好事。吟诗作对，这是我的强项。喜欢吟诗作对啊，没事还喜欢这个作诗。哦，我到哪就触景生情，我做哪哪诗，这是咱的尿炕啊，那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做哪哪诗，那不是尿了吗？不是，就是念作诗嘛，到哪儿触景生情，感觉上来哗，就是一片。当时就尿的还不少，你看没有？哗，尿一片。不是，就是作诗，咱有才思泉涌，恨不得往外冒那种，是吧？对，往外就要淤出来了，就要淤出来。淤啊、嗯！我有这个有作品。念一念，你还有作品呢？当然了，来，我们听一听。雪赞，雪赞，雪赞，听上去也是赞赏美雪的诗。嗯，但是您通篇去找，当中一个雪字都没有。赞雪不漏雪，哎，赞风不漏风，这可不容易，不好来。那我问问您啊，您这是几言诗啊？你看看您这个诗不能搁言，搁言就化了，不能搁言。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啊。谁说那个言了？你不是几言不可言？几言绝句，几个字，一行几个字。这样、啊、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一行几个字，我们当时就明白了，一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言绝句。对对对，就这四七三十二个字，我们好几个同学一块研究。你们家四七三十二啊？多少？多少？很多。四七二十八。二十八，嗯，二十八个字儿，通篇去找，一个雪字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来听一听七言绝句，念一念。第一句，啊，天上一阵黑咕隆咚，天上一阵黑咕隆咚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形容什么呢？你先等一会儿，要下雪，你先等。对呀、啊，天津的朋友很聪明啊，这是八个字儿，八嘲笑你那个大姐说了，这是八个字儿，九个字儿，对，你前面还有一个啊，啊不算，啊不算也是八个字儿，宝贝儿。天上一阵黑咕隆咚，啊，八个字儿，没有没有啊，八不能啊，我七言绝句怎么会八个字呢？你再来，天上一阵黑咕隆，八，对，八对，对，都你是真优秀啊，八言绝句。八言绝句，八言绝句才对。刚才我说四几三十二啊，四八三十二。对，哎，对，四八三十二，八言绝句嘛。对，赖我。对了，行。二句，第二句，这算你们的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好似白面往下扔。不对了啊，不对不对，好似白面往下扔，七个字儿，啊是人家的，啊是大家的，我跟他们合作，合作
不合作，不合作，就算我自己的呀，不可能不挺好，好似白面往下扔，用不用那个啊？我问你用不用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逗号。天津的朋友真幽默啊！逗号，真逗。第二句应该是句号，第一句才逗号呢。你真的是，你不能光幽默呀，是不是？但实事求是啊、没有，没有什么道号啊。怎么又改七言了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七言绝句吗？这又七言了。对呀、啊。行行行，没有八言呢，没有八言七言。第三句，坟头儿大比门头儿的个儿大呀。哎，你听着像一卡车的字儿，这都什么呀？我都没听懂。这字有点多了，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字儿？自己都懵了。不是，我一看观众热情，我就控制不住，老往里加字儿。坟头儿倒比馒头的个儿大，这一卡车的字儿了，这都。坟头儿倒比馒头，这字儿太多了。我捋一捋，因为我出门前我数好的，不就七个字儿，到这多那么多。出门还数一数啊？啊，数一坟，不对，我是坟头儿倒比馒不对，坟头倒比馒头。哎，这是七个字吧？愣凑，这是七个字。行行行，第四句，警示大窟窿，五个字儿。我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吗？啊，还没说完。我没说完呢，我刚说第五个字儿，嘿，给我踢出去了，还挺有爱的这个画面，干嘛给我踢出去了？没说完呢。没说完，接着说。警示大窟窿，嗯，哇塞。可以调换，哇塞，警示大窟窿，哇，警示塞大窟窿，都可以调，随便调换，就是喜欢作诗。行了，宝贝儿，行了，行，别说了，这个、整个一诈骗犯，看见没有？几个字儿自己都弄不明白，真有学问吗？真有学问，咱俩来一回，咱们俩来，好啊，对回对联怎么样？对联啊。这是我的强项，也是你强项。有上联就有下联，好，我不加思索，不想，直接对下联。啊，真的这么大能耐？今天我走门口，过来一个小伙子，给我出一上联，我没想，当时就对上了。他很着急，跑着来的，过来了。厕所在哪儿？拐弯就是。你说，我但凡犹豫一秒，算我没学问。真的，厕所在哪儿？拐弯就是，送你横批，快去。哎呀，你别了，这不都为了逗观众开心吗？逗观众开心，我可恶心坏了。别了，拐弯就是，快去。不，我就说啊，有这个上联，我就有下联。有上联就有下联。当然了，对对子的规矩懂不懂啊？有上联一个下联啊，上联五个字，下联五个字，嗯，上联七个字，下联七个字，对，上联13000，下联13000。有13000的上下联吗？你贴两张一样的报纸啊。这不就行了吗？就是讲究的是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着大吉，万着横通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。我们是。你们不会看不起我们吧？看不起也没关系啊，你看大姐笑得直往下出溜，真好。我的天哪，你喜欢这句是吗？加钱我跟你说一遍一会儿。行了，对对的规矩我们也知道了，我就介绍清楚了。好，那我给你出一个上联，我就给您对个下联。我上联是一个字，我下联一个字儿。我的上联是上，上，对，我给你对小菊。啊，上小菊，对，小菊是个什么东西？小菊，是你的宝贝呀、啊。
上小菊，好好演，咱别恶心大家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小菊不行，小菊是两个字。上为上对下，怎么对下呢？上对下，前对后，老对少，文对武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着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。行，虽然你是我的宝贝，但是 宝贝，咱们以后能不能就是省略掉这个？不要这后面。哎，对，不要这后面，这就我就说我会。太长了，太长了。好好好啊！明白明白。我又没有站在豆根的位置，我感受不到那种快乐。着急着急啊！那我这上联是天，天对地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。万日横通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我是捅了仄平窝了，我是感受到了。对上天对地，上联是盐，盐盐对醋，盐为什么对醋啊？盐对醋，这叫五味调和。盐要对酱，完了那齁死了，真的。盐对醋，如同是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平仄平仄。您各位没听过相声是怎么着呀？跑这过瘾来了？这，不来了不来了，咱就告诉你，我会。上联是好，好对歹，好对歹，做人要知好知歹，不能不知好歹。好对歹，好歹咸鱼，这是个成语。成语，这都什么嘴？成语。上联是士对炮，你知士，我拨炮，你跳马，我出车，将军，怎么办？将军，跑这下棋来了？怎么？士对炮。行了，宝贝儿啊。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个对子上联，我这连起来是一个对子的下联，我这是上天演好事，我是回宫降吉祥。灶王劲儿我打小就会，我从小我奶奶四岁就教给我。你奶奶四岁教的你？你奶奶四岁？不，我四岁我奶奶就教给我。把话说清楚了，上天演好事，下联回宫降吉祥。可是刚才您不是这么对的。我就是这么对的。不是，是不是？是滚啊！我说的是上，我回宫降吉祥啊。你刚才不是这么对的？上、下、天、地、盐、醋、好、歹、是、炮、上天盐好事、下地醋歹炮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回事？一下地醋就把炮逮着了，醋把炮逮着，这炮一挣扎，炮说：“我自爆啊，我给你们炸死。”醋说：“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，因为我们这批醋是从山西调过来的。”酸死你！你看这，酸死你个鳖孙！哎，酸特别酸！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，知道吗？哼，这是个神经病，这是。怎么样？这解释不行。但是啊，这不能怪我。怎么不怪？这个对联你没有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的呀。人都是一句话啊，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个整句的，整句的。好，听我这个 啊，我这特别好啊。上联，你咳嗽什么？上联啊啊，您说。妈妈骑马，马慢，妈妈骂马。这挺这绕口令啊，绕口令是高老师，咱这是对联。这能解释吗？我感觉。能啊，大家伙一听就能听明白了啊。妈妈骑马，我妈妈去骑马，她嫌那个马慢，她就骂那个马，这很简单啊。哦，妈妈骑马，有了妈妈的话，我给你对妞妞，妈妈的闺女啊。妞妞骑牛，牛拧，妞妞拧牛。哎，你看这效果就差很多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我没听懂。
这个妞妞，我这妞妞这小孩啊，爱骑这个牛，这牛太轴了，他不打这牛，不骂这牛，他拧这牛，妞妞骑牛，牛拧，妞妞拧牛，啊、哦，听我这上联啊，姥姥喝酪，酪酪，姥姥姥姥。哎，看我这嘴型啊，说你们都来不了。我已经学到了，你解释一下，就是我姥姥喝酪嘛，啊、哦，奶酪，奶酪啊。落到地上了，落地上，哎，然后姥姥给捞起来了。哦，明白。姥姥喝酪，酪酪，姥姥姥姥。刚才那是最后一遍啊，打死不再说了。我给你对，尽量啊，尽量还原。舅舅驾鸠，鸠飞；舅舅鸠鸠。叮叮叮叮，我喜欢那个。您是姥姥，我这是舅舅的故事。舅舅啊，来舅舅二玩那个斑鸠，没事架在手上玩。舅舅架飞，舅舅架鸠。这斑鸠不老实，老想飞，他的这个脚上就拴了一个绳，他一飞，他就往回揪这斑鸠。舅舅架鸠，鸠飞，舅舅鸠鸠。嗯，好好好，听我这个啊。啊，最后一个了啊。最后一个好。嗯，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哦，这个好，你听懂了是吗？没有听懂什么意思？就是前两天我那个8月15嘛，啊，因为我喜欢吃螃蟹。等啊什么？我喜欢吃螃蟹。您是出题还是点我呢？我您绕一圈，你喜欢吃不是？我得弄清楚，您是真喜欢吃螃蟹还是点我呢？你想多了，孩子，我就是在点你。那被你点到了。哎，8月15喜欢吃螃蟹。好，吃完了那个螃蟹呢，我因为我买的不多嘛，啊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细啊啊，然后就买了一个啊，哎，买了一个，对，就买一个，我再给你买一个回头，俩。然后呢？什么表情？就买一个，吃完了呢，就觉得不够吃啊，低头一瞧，嘿。还有那个蟹足里边也有肉啊，啊，我就开始吃那个蟹足，啊，我吃完了蟹足还是不够，哎呀，这就是那个对子上联，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，就是不够，你知道吗？跟您说相声，大场螃蟹是吧？哎，我有了，这是您的故事，对，我跟您对，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。这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啊？您不是说您的事儿吗？啊，这个是我的事儿。我没事儿喜欢去这个山区玩，山区呢开不了车，都是租这个小毛驴儿，骑驴这个屁股上磨我这屁股，我往后退退，骑驴屁股上，没想到骑驴屁股上还磨我这屁股，嗯，我这下联就是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。啊，得嘞，咱们终于算坚持下来了。哈哈，这个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哈，一场一场的师徒上来以后呢，可以看出一个事儿来：相声是一个张扬个性的这么一种艺术形式，是吧？徒弟他的表演风格未见得非得像师傅啊，有自己的风格就行。但是这二位您可以看得出来吧，风格非常类似，是吧？一看就是师傅徒弟，你这都是那么便宜的风格，是吧？您看这个生小菊是个什么东西？是个时间的宝贝呀，啊！你，所以这个大伙儿呢也爱跟他们互动，动不动就退票，退票。但是呢，跟他们说退票没什么用。哎，留着您这退票这事儿啊，跟下边这位说。我也不卖关子了，最后一场，郭德纲老师，啊，郭德纲老师是咱们天津的娃娃，嗯，怎么说呢？作为搭档啊，不应该在这儿说这种话。但是呢，跟着父老乡亲们在一块儿，我还真得说，郭老师不单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艺人。
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相声教育家。这几年收了很多徒弟，可谓桃李满天下，其中不乏佼佼者。今天跟他一起演出的就是他的一个特别喜爱的徒弟，大家伙也都知道，孟鹤堂。他们爷俩他们爷俩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，叫爆竹声中一岁除。谢谢谢谢啊，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嗯，哎哎，好嘞好嘞，谢谢您各位啊，啊，刚才几场都是师徒和父子哈，嗯，又是师父又是徒弟也是父亲，对，啊，他们下去休息休息，这场该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了。你住口，嗯，啊，不会排辈儿了啊，我们爷俩，嗯。啊，这是我师父啊，我是徒弟，啊，小学生，没有什么名气，叫孟鹤堂啊。谢谢您各位朋友，啊，还挺客气，嗯，啊。介绍完我了，得介绍一下这位啊，啊，这是我的恩师啊，哦，郭德纲郭先生，嗯，是我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带出这么多啊，啊，对不起啊。这儿看得见了吗？还看得见啊？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啊！哎，推吧，推吧。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。咱们下去休息休息，我们爷俩给您表演。哎，到我们了。哎，这个说相声啊，嗯，拿我来说，倒是到北京来跟我师傅一块学啊啊。之前不去，之前在老家哦，在黑龙江啊，老家黑龙江的，哈尔滨人，嗯，阿城雅沟镇月集村，啊，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致，啊，我怕我丢了他们能帮我找着家呀，啊，啊，东北啊，您琢磨东北冷啊，是太冷了，我们小时候那住东北那都住那个什么呀，农村的平房啊，啊，那厕所都不跟屋里头，都跟外头，哦，您琢磨冬天上厕所都得出去上去，是啊，啊，你没走到厕所，你就得赶紧掏。你等一下，因为我不是东北人啊，啊，掏什么？你赶紧的掏那暖宝宝，不冷啊？哦，掏暖宝宝呢？啊，您以为呢？哦，好像棉手套了啊，冷，太冷了。嗯，所以说到东北，您琢磨，因为冷，所以民风彪悍。哦，哎，东北人热血，是是。嗯，走哪儿你到东北，你看俩人一对眼神。你准能碰上那句话，嗯，你瞅啥，嗯，对，对吧？你大伙儿都知道这比较那个熟知了哈，这是老话，你瞅啥，嗯，瞅你咋的，对，你再瞅一个试试，嗯，试试就试试。您到东北，我告诉您，不要陷入这种死循环，有很好的解决办法。哦，有别的技巧。你比如说，你碰上一人，不小心对上眼神，看见了，别人问你瞅啥，嗯。我瞅你长得像我爸爸，就是少挨一顿打嘛。哎，真是的，还认了门亲呢，对不对？嗯，不能较劲，不能较劲。你瞅啥？嗯，你还没说话呢，再一睁眼睛，警察来了。刚才打你那小子长啥样啊？好，太快了，有点啊。嗯，对，尽量别打架。嗯，尽量。而我们小时候，冬天冷啊。嗯，我们小时候玩的也多。我们冬天上学的时候，老师都教我们的东西都跟大伙儿学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学物理了。谁啊？我呀。啊，这东北的教育理念真好啊。啊，小学就学物理。嗯。那么老师教的东西都特别多。你说说。你比如说，老师说那个，您看过那视频吧？用一个热水。往天上一嚷，啊，然后扑一下变成云彩了，看见过啊？这个老师教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冷空气和这个热，你回去问你们物理老师吧，反正你们也交钱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问去。嗯，我学完了之后回去试试。嗯，我得试试。嗯，回家烧一锅热水，哎，舀出来拿水要，屋里不行啊，你得上外头去啊，哦，院里头。一推门上院里头。然后我爸爸回来了，我说爸爸，
你过来过来，我给你变一魔术。你这你这是你爸爸，是岳云鹏他爸爸这个。我怎么剑气郎当的？这是我这是我。哦，这是你哦，啊，这是我。哦哦哦，你要是你要说岳云鹏的爸爸也行。嗯嗯。反正咱怎么都不吃亏呢。嗯，我说爸爸爸变魔术，我爸爸说变什么魔术，我说往上看往上看，我爸爸一抬头，我这热水哗，我爸爸再一低头，脸上滴里脏脏大水泡啊。哎呀，后来总结了一点，什么？夏天不能玩这个。没成功，没成功。老师还教我们什么呢？教你去森林里边，如果碰见大老虎了怎么办？因为东北，这你等会儿，这、啊、这都是老师教的。老师教啊，上课的时候老师教，你碰见东北虎怎么办？哦、咬他？那是你们同学吧？告诉你咬他。同学够猛的，好家伙、嗯！碰见东北虎怎么办？有一个办法，您各位也学学，可能您这辈子都碰不着。但是你保不齐上动物园瞧见呢。对，你得学着点。嗯，比如说你在那个森林里边走着走着，后边听着一大老虎。嗯，好家伙啊，老虎要卡痰啊。嗯，可是一大老虎在后边走，站住了别动，你听着声了吗？嗯，把这上衣这个拉链拉开。哦哦，这就是有窍门的啊。哎，拽这两个脚，嗯，往上抻，把自己扩到最大。哦哦，过到头顶哦，之后呢，然后这不最大了吗？嗯，老虎就琢磨这是什么玩意儿。哎，你这样之后你猛一回头，嗨，吓老虎一跳。老虎说你瞅啥？然后你说瞅你像我爸爸是吧？那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个牌真好。老师说，但是进森林就必须得穿这种带拉锁的衣裳哈，尽量穿一带拉锁。你跨栏背心不管用，也行。您这挂耳朵上这儿，嗯，老虎瞧你是傻子就不吃你了。老师说了，这是死之前最后的尊严，这要不要不吃什么劲了？反正怎么也是死，对吧？你还吓他一跳呢，嗯。而且还教我们什么了？比如说我们那会儿都是林区啊，教我们伐木。木教你们伐木，对，你到底上过学没有？不上过。碰老虎怎么办？还得伐木，然后泼热水。这是老师教的吗？都是我们老师教的。哦，都是我们老师教的。老师后来判了几年啊？他这叫教唆犯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，你人挺好的，人东北孩子们得学点这个，哦，要不然你万一你走丢了，对不对？你砍个木头，你轰个火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告诉怎么伐。我们那边都是林区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大人伐木的，小孩都知道怎么往哪边倒啊，怎么倒这个角啊。嗯啊，我学完了之后回家，我也来了，上那个仓房里边，我说找把斧子。仓房里一找，哎，有一把那个锯，嗯，那是什么？那个电锯啊啊啊啊！这一拽，这个就着了那个。嗯，我说来吧，这不比斧子好用吗？拽着了。我们院里头最大一棵树，过，哎呦，看这树，哦，倒了，好厉害，嗯，啊，我爸倒的，你多棒啊！晚上回家，找我爸爸，跟我爸爸显摆，我说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那个院里头那棵树把我伐倒了，嗯，啊，你爸说什么了？过来，当就给我一拳。我说你打我干什么？对呀，我伐树呢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打人家。老师说了，人家那个华盛顿小时候把自己家门口樱桃树伐倒了，他爸爸都没打他，还夸他诚实。你不能打我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我爸爸说了，华盛顿伐树的时候他爸爸在树上吗？得啊，打你爸爸这样打你，你想着把这拉锁拉下来。哎，对吧？你不光教这个，还有什么呢？嗯，还有那个钻木取火。嚯，啊，这都是老师教的。老师教的，教那个钻木取火。这是野外生存学校。啊，你这就东北林子多呀，你孩子容易走丢了。要不你搬出东北来吧，真的。这不出来跟您学相声来了吗？啊，弄一根小棍儿。来之前，孩子受了不少罪啊。小木棍儿，
弄那一小木板跟着钻，钻木取火，钻冒烟的位置。嗯，学完了回家，弄根小棍儿，找一木板。我说木板找不着，哎，这儿桌上有个木板，对，搁地上这钻。好家伙，冒烟了！哟哟，这快成功了，都冒烟了。我爸爸一推门，当就给我一脚。我说你踹我干什么？我是钻木取火呢，我这。嗯嗯嗯，我爸没言语，一哈腰。在地上捡起冒着火星子我爷爷的灵位。哎呀，太硬核，就是小时候太欠打，你有点太淘气了啊！小时候确实有点欠打啊，因为玩的东西多。您琢磨小时候玩什么呀？小时候那什么砍沙包啊，对不对？跳皮筋啊，啊，跳大绳啊，啊，跳大绳还是跳大绳？跳的都跳，都跳。啊，跳大绳太多了。啊，你们推铁环，我们老师那个在教我们自己制作那个铁环。嗯，八号钢丝焊上，对对对，拿那个炉钩子推着走，是对不对？我们那小时候，你看满操场跑的孩子都这样，哇，都特别开心。你算是恢复的好的，不是？嗯嗯，东北孩子玩都这么玩，是是是，都这么玩，嗯嗯，特别开心啊！那东北孩子都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那个玩什么都特别兴奋，对，开心嘛，啊，砍沙包也是，呀，跳大绳，呀，都特别开心，都看出来了，啊，开心，你有点太开心了，那您小时候怎么玩啊？我们没有别的，就这个啊，您小时候推铁环吗？我们也推过，也推。那您推，那您怎么推？您怎么推？没有你那么活泼，这样的话等不着推就让人打了啊、嗯！那能怎么着？就推着玩呗，一走走二里地呗。嗯，我推的最好是谁？推我，我爸爸推的最好。哦，我爸推那太好了。哦，那火车道您知道吧？这么窄那火车道，跟火车道上推。那 你说的是铁轨上啊？铁轨上。你这个措辞谁听得懂啊？啊，这么窄的火车道，你这边。啊，在铁轨上推，对啊，哦，那你爸爸推好了，嗯，啊，我爸就在那铁轨上，哈，跑拿那炉钩子，哗，哈的直冒火星子，那快着呢，我跟你说，太快了，我跟你说没个不快，后边火车来了，哎，就玩这个，小时候就玩这个。你爸回来之后，你打他了吗？他比你还淘呢，我能打我爸爸。你来这个，我来不了，就不能打我爸爸。对，那会儿那个到冬天了，一到冬天玩的就多了。高啊，抽冰嘎，嗯啊，那个玩弹球，哎，这个都有啊。冬你们这玩弹球跟我们玩那弹球不一样啊。你们的球是三角的，不是？我们那边弹球只有冬天能玩。冬天我们一年四季都能玩啊。我们那儿弹球只有冬天能玩。为什么呢？啊，要夏天冻不上。冰球啊。咕噜噜噜噜噜噜噜。哎，他是玩这弹球。哎，还是你们会玩。您玩过吗小时候？没有。啊，嫌脏。这边不成，这边动不上，那错不了。这边动不上，一弹就扁了。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扔一手是啊，玩弹球，还玩什么？那会儿有一天，那个是十月份左右，刚上冻，河边上冻了，上面冰上面能走人了。我爸爸说：“走，儿子，带你上那个河边滑冰去。”你看看，这是滑冰啊！啊，愿意带你去啊？我不成，爸爸这刚上冻。你别掉下去，掉下去可不行，那冰不结实。没事，我都溜一圈了，快走走走，跟我走走。我这人好玩，胆儿又小，我跟他去了。你胆儿不小啊？而那小时候，我爸爸站在那儿滑，我说不成，这冰不结实，不结实，你快下来吧，我这都滑上哪儿还不结实？不行，我害怕，我试试这冰结不结实。我拿大石头，我试试这冰，扑腾。我说爸爸，你看这冰不结实。爸爸，我爸爸没了吧？哎，直接掉冰窟窿里了。石头还是挺结实的啊。
您后来呢、那冰啊，它有一冰面下边是河呀，那河那暗流，我爸爸就给冲走了。哎呦，冲走到下边他没地儿上了呀，你得给他制造那个冰窟窿啊，对不对？他这往下飘，我拿石头砍我爸爸，我给他制造冰窟窿。我说爸爸您上、哎，我说爸爸您上，哎，早晚会砸中的。爸爸您上，我这砍着呢，过来一老头扒拉嘛，哎，小子别砍了，哎，嗯、这儿没冰，啊，没有冰啊。好家伙，我爸爸顶着那个大斜炮就上来了，老弟，追着我这通打呀，打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天天挨打，嗯、你俩人倒是能玩到一块儿去，这就叫多年父子成兄弟。嗯，太淘了，小时候天天挨打，就盼着什么呀？嗯，盼着过年啊，过年盼着三十，因为什么？三十不打孩子，哎，这是一个老说法，大年三十别打孩子了。嗯，打孩子不吉利。对，三十不打孩子，嗯，而且三十好有好处、嗯，你不用写作业，对不对？还有压岁钱，还有新衣服穿。怎么你们学校还写作业啊？三十放假了，不用那天不用写寒假作业了。哦啊，真是真有个学校啊。对，真有一学校。哦、我以为光除了伐木头就斗老虎呢。那么，给那红包，给那红包，那红包我都什么都不买，嗯、我就买什么，就买炮竹啊，鞭炮。哎呦，就爱放鞭炮。小小时候，我们村炮手就是我。哎，我们村炮手太爱放鞭，但是我放鞭炮有一毛病，什么？好崩后脑勺。这个技术我没有理解啊，就是那个放鞭炮嘛，这手拿一鞭炮，这手拿一香啊啊，香头这一点啊，撒手啊，啪！您琢磨那小羊鞭的一个一个放，舍不得一块放啊，拿下来这啪啪，这个哎啪，他老崩后脑勺，你知道吧？废话啊，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呢？你解释一下，我这。您说放炮的分三步吗？啊，一点、嗯、二准备、嗯、三扔。你数学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就没等到三的时候就响了。哎，对，他太快了，念太快了，啪，他老憋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啊，崩后脑勺。嗯。后来我一寻思，要不然在后边点。那后边也不成，后边你预判不了。你数数的是快一点也行。你他那念儿怼不上。对、嗯，怼不上。你有这功夫就不如吃点药。不刚吃完药吗？拿那个后来学会了放什么呀？放那个慢念儿的。您说慢念儿什么？滑炮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滑炮啊！哎，擦炮，我不知道您那个头里头有一跟火柴头似的。嗯。哎，一擦。对对。且不响呢，嗯，就是冒烟，老半天了，你等着吧，嗯，等着吧，且不响呢，哎，您觉得差不多了，啪，哎，就是好崩后脑勺，我都替你开心，嗯，太放炮了，那就是我买的那些炮竹，嗯，什么都买，小羊鞭、大羊鞭，嗯啊，什么二踢脚、麻雷子，还有什么手榴弹、地雷，好家伙。我们小时候，你能活到今天是个奇迹。不是小时候，我们做那个是做成地雷的，做成手榴弹的，劲儿大着呢。我跟您说，我到三十那天，鸡还没叫呢，我就得先起来。起那么早啊？打响春节的第一炮。哦，开始了。哎，早上一起来，从被窝里出来，先划一个滑炮，划着被窝里就玩上了。你不能在屋里放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得扔外头去，哎，往外头一扔，完了窗户往开了，开窗户，滑炮找不着了，来，啪，在我爸爸被窝响了，哎，我爸爸迎着春节的第一炮就醒了，起来就要打我呀，那可不呗，起来打我，这会儿我奶奶拦着，小子，住手，嗯。不能打人，有说法啊，三十不打孩子，不知道老规矩了，嗯，不吉利，哎，什么味儿，闻见了，嗯，什么味儿，儿子昨晚吃什么了，嗯，这屁怎么带火药味儿啊、哎、我爸爸一指我出去，我说赶紧我出去玩去吧，嗯啊，别跟屋里玩了，那是多危险啊，啊，在外边把我那些个
小炮子我都摆好了，嗯，有存性。哎呦，放哪个？放那羊小鞭儿啊，崩后脑勺。嗯啊，放那滑炮，滑着，搁哪儿呢？搁地上，拿一小小盆扣着。啊，小孩们有这么玩啊？这一响，啪，这盆翻一个。嗯，特别好玩。再滑，这放哪儿？放水缸里。哎呦，哗啦！这是三十不打孩子，他有保护伞了。啊，行，就当我没看见。哎，好，啊，哎，反而一什么呢？来一个，哎，往烟筒里扔一个。嗯，揍你，揍你，不好扔进去。哎，那可不呗，揍你，扔进去，孩子都逃出圈了。啊，你看着啊，那烟筒里边出一烟圈儿。嗯。这好玩哎，嗯，这好玩哎，玩吧，三十不打孩子，嗯，来一手榴弹，好家伙，扔烟筒里，嗯，扔进去了，没响，哟，没响啊，忘点念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嗯，我还有那个手榴弹，不是，我还有那地雷呢，来一地雷，大麻雷子，哎呀哎呀，这好，这念太短了，我给接一念，接长点，放地上，拿那个白桶，嗯，油漆桶，您知道吗？白桶。哎，一会儿一响，啪，能崩老高老高了。哎呦，念儿弄长点，我怕崩着自个儿，点着了，躲那墙根后躲着。你这样啊，哦！我爸爸一开门出来，坐桶上换鞋。哎，大吉大利啊！啪！哎呦，你爸爸看见你爷爷了吧？年三十不打孩子，但是可以团聚。桶不管怎么着啊，啊，我爸爸棉裤都崩开花了，满院子飞棉花呀！哎呀，哎呦我天哪！好家伙，打你了吗？满院子追着我打呀，嗯，我都跑快呀。这会儿我幸亏我奶奶过来了，啊啊，让我爸住手！别打，别打，三十不能打孩子，不老规矩啊。嗯，臭儿子。你跟妈说实话，昨晚上到底吃什么了？认准了啊，棉裤都崩开花了。好家伙，哎呀，啊，肚子里有凉气儿，这是。进来，进来，进屋，嗯，上屋去吧。别着凉，妈给你缝上。嗯，啊，缝上。一进屋，我爸棉裤一脱，坐炕上。我奶奶窗根底下给我爸爸缝着棉裤。嗯，我妈呀，跟厨房做饭。嗯，做饭那会儿土灶，土灶。做饭得点火啊，一点火坏了，手榴弹在烟筒里了。对，刚才提这茬来着呢。啊，就听着烟筒里头，噗，就这一下，哎，那灶坑里边喷出一火龙来，把我妈妈眉毛都燎没了。倒是有个纯洁的气氛啊。您别说厨房，你再看屋里头，那炕噗。一下就塌了，哎呀，我爸爸直接掉炕洞子里，哎呦，我奶奶都听见了。你奶奶是个表情帝，这屁劲儿越来越大了啊，炕都崩塌了，这是多厉害呀。这会儿我爸爸从炕洞里爬出来，问我奶奶，妈妈，三十让打孩子吗？我一琢磨，都造这么大祸了，我别跟屋里待着了。嗯，赶紧出去吧，赶紧跑吧，上院里头。我玩什么呢？嗯，玩什么呢？我还有一掐子二踢脚呢。哎呦，玩二踢脚，东北放二踢脚跟这边放二踢脚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？有那个二踢脚架子。啊，用那个钢管焊成一排，下边弄一托啊，哎，一个一个都插里头，这个作案的工具。哎，下边呢用一个长眼都能给捋到一块儿，哎，这个威力才大。点一个就一个一个一个就都出去了。嗯，我说放这个院里头，嗯，一排，嗯，拿好了，插好了，点着了，嗯，等着吧，等着，嗯，看这二踢脚，腾，啪，哎呀，响了，真好。第一个上去之后，后边的就都躺下了。我，哦，没摆好啊，不是摆好了，第一个一响给震躺下了。哦，啊，这震躺下就震躺下，
就像架了个炮筒的似的，直冲着我们家窗户。我是想救的，我怕崩着我自己。那可不呗，你躲远远的吧。啊，我就眼看这二踢脚趾，腾哗啦踏，哎呀，腾哗啦踏，腾哗啦踏。你跟这家人仇可是不小啊。我在外边我都听着我奶奶喊了，哎呦，是啊，快跑啊，土匪来了，威虎山来人了。嗯，不一会儿放完了，我爸我妈我奶奶一开门，从迷雾当中走出来了。哎呀，喜欢从烟里出来的感觉啊。我妈问我爸爸，这孩子咱还要吗？不行就扔了吧。我爸问我奶奶，三十让打孩子吗？我奶奶跟我爸说，把粮食都藏起来，土匪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，您琢磨家里都造成这样了，窗户也碎了，嗯，多冷啊，三十冷啊，可说是呢，炕也塌了，嗯，你怎么过年？没法过年了。哎，喜庆祥和。太祥和了，就我们这。我爸爸带着我妈带着我奶奶一块儿上我大爷家过年去啊，躲躲吧，啊，躲躲，嗯，上我大爷家过年，嗯，大家包饺子啊，嗯，一块儿包饺子，你跟着去了吗？去了，那我就放心了，要不好谁也别好，嗯，因为小不懂事啊，就是包饺子有一习俗，里边放硬币，哎，这是个老风俗了，您知道吗？放那个硬币啊，说谁吃准谁来年发财，是是是啊。他们这放硬币，我琢磨这玩意儿没劲儿。哎，那你打算放摔炮？哎，这可好啊！你都放摔炮，嗯，那摔炮啊，拿那个小糖纸包好了，省着炒啊，一会儿一煮。是是炒，哎，捏一个。嗯，我那包最丑，我知道哪个是。嗯嗯，放里下锅煮，煮完了之后端上来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我大爷、我大哥、大娘，嗯，嗯，然后我爸、我妈、我奶奶，嗯，都抢着吃，嗯，吃，好像我们都吃着了，啊，就眼看着我大爷，奔着我那饺子就去了，嗯，夹起来往嘴里一放，啪，就响了，我们都往盘子里吐硬币，我大爷吐门牙、虎牙，哎呀，后槽牙。炸碎了啊！我爸不是乐了。嗯，大哥，啊，他奶奶跟他大爷是亲的。啊，大哥知道了吗？三十不打孩子，老规矩，保护小孩嘛。嗯，我大爷刚刚说话，嘴里漏风啊，我奶奶假牙摘下来，你要不你用我这个？哎呀呀！脏不脏啊？对，这你在家惹祸就惹祸了，这是会闯大祸了啊！啊，我大爷假牙都崩碎了，都你看看，那怎么办？别老实的吧，赶上什么时候了？半夜该请神了。哦，有这个习俗，三十请神，大伙都出去放炮去，啊，放炮，那放的多，两家炮放一块儿，院里放不下，得上街上放去，街上放去。我说爸，我也去，我也跟您放，滚！言简意赅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嗯，知道吗？我说我要跟，嗯，边上站着，老实看着我们放。大爷、我大哥、我爸爸跟那儿挺躺那儿放，我太无聊了，我也想放，嗯，我兜里边我私货拿出来，他有存性啊，我存了一个滑炮。划着了，我放哪儿呢？嗯，找一好地儿吧。我放哪儿不能让我爸爸发现呢？对，快点找，一会儿响了我。嗯，哎，这有一井盖，下水道，放这下水道里，啊，就扔进去。哎，刚一扔进去，咱哪知道这个有沼气呀，啊！我的天哪，整个村儿都炸了。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是吧？我爸爸实在忍不了了，过来揪着我脖领子，啪！哎呀哎呀，哎啪！哎呀，好油根！哎呀，
都根。哎呀，拿我当梨花放啊。嗯，给我打上去我都下不来呀。啊，这通打我呀，这会儿我奶奶过来劝，行了行了，别打了别打，三十不打孩子不吉利。说好了吗？我爸爸从兜里把表拿出来，妈您看看，嗯，初一了。再看我奶奶，打他。哎呀，